大家好，大家好，非为武术由你讲嘅时间又到啦，李师傅你好，会长你好，好咁啊，我哋今日讲咧有几个问题咧就问下师傅啦，咁第一个咧就话佢呢个问题问就武术嘅基本功法包括边几方面？师傅，武术嘅基本功法咧，其实都有几个层面，都按照你嗰、那个学习嘅时间去做嘅，譬如我哋通常一般初学功夫时咧，有基本功啦。咁嗰度咧，其实有几个，有一个系首先系条件训练，根本一个咧就系基本训练。咁跟住咧就组合训练。咁咩叫做条件训练咧？譬如你松肩，或者压腿，呢就条件啊。松肩令到肩膊咧灵活啲，系啦，或者转腰令到腰部灵活啲。压腿咧，因为经过压腿令到脚灵活啲，咁啊对踢腿有帮助啦。好啦，有咗呢啲条件训练之后咧，咁我哋基本训练咩基本训练？例如我哋出拳，点将个拳头好正确打出去？咁啊，之前有条件训练啊嘛，肩膊比较灵活咗啦，气力大咗啦，咁你要出拳好啲咯。咁或者我踢腿，不管你系正踢腿啊、弹踢啊、侧硬好啊。如果你经过压腿啦，你个肌肉比较宽松啲嘢，咁你嘅脚咧灵活啲啊，硬得高啲啊，或者速度掌握得系准确啲啊。咁呢个就系条件训练啦。好啦，咁有咗呢啲咁嘅条件啦，咁亦都有基本训练之后咧。就一叫组合训练，譬如我打一拳，跟住踢一脚，或者咧我打两拳，踢两脚，系拳上身、脚下身结合埋去，不断咁结合。佢可能一个马步要跳起嘅，跟住咧要踎低，要跳起嘅，咁你系不断去训练自己，就令你一个咧慢慢嘅适应能力提升咗啦。或者咧你嗰因为透过嗰个组合动作咧，令你个人嗰个协调性咧慢慢强咗啦。好啦，咁到你去學習其他套路嗰時咧，你就容易掌握咯喎。話譬如我踢緊腳嗰時咧，雖然係踢得高，但係我唔會因為踢得高而令我失平衡啊，左跌右跌啦咁樣。或者我出咗拳練出幾拳，個人咧個力量咧因為好大咧，將我自己咧出拳嗰時咧都令自己失平衡，咁你就冇咗呢方面嘅弊病啦。即係話咧，其實呢個都係有個步驟嘅。有步驟。即係譬如假如一個真係純粹冇武術一個基礎嘅人嚟為例啦，即係初學者啦。咁你首先系协，即系要佢嗰个反应先。即系有啲人咧，可能佢都系个身好硬，佢或者好紧张嘅，点样协调到，即系教到佢俾最基础去做。系啊。咁啊，跟住嗰啲一啲系条件嘅反射。系因为咧，我都要按部就班，按部就班，慢慢咧，等佢自己提升啊。可能你讲到，好紧张喎，因为惊跌啊嘛，佢咪紧张咯。咦，当佢发觉自己原来踢得就系比较平稳嘅，安全佢咧就好啦，就放心啦。反而咧，踢得会更加好。咁呢个都系随着佢自己嘅功力啊，一步步进展上去嘅都系。呢个时间都冇话好定边几长嘅，即系睇佢一个个资质嘅。第一咧睇资质啦，第二咧睇你勤力与否啦，系咪先好紧要呢个？咁啊，有时唔勤力嘅可能十年八载都系学来嗰个嘅功嘅招吓。好啦，咁呢个有个问题啊，个朋友问咧，佢话点解好多师傅咧喺表演套路时间咧嘅时候咧就会拍手啊、拍脚啊同埋拍身体咁嘅？嗱，呢个咧要两方面睇，因为你譬如嚟讲啲师傅做表演时咧，佢都系一个观赏性噶嘛，有观赏性，都系一个表演艺术嚟噶嘛。你知唔知透过武打嘅动作，令到你觉得哇好精彩喎，好有吸引力。咁但系同时间点解要拍手？第一，你可以聚焦，有啲有声有色啦，有啲声响。第二咧，其实我哋拍打，譬如我哋咁样，我哋有声响啦，或者我哋有声响咧，呢个第一咧。观感强啲，第二咧，其实我系咁经常将身体去拍打咧，都系一个训练条件嘅。譬如我哋拍打我嘅手臂，变咗我嘅手臂个抵抗性咧强啲啦。好似话上几集你嗰个劈山咁就系。系啦，类似嗰啲啦。譬如我拍脚嘅，或者我拍身体，譬如拍身体，呢个身体咧慢慢有个
对抗性嗰度。如果我将来真系俾人拍一下咧，我唔会马上感觉到，哇！我唔知点算咯，因为咧你习惯咗拍打，你个击打能力咧系强咗。咁呢个咧系对于我哋有一个锻炼里边咧系有一定帮助。即系对观赏性就好啲啦，同埋有埋声音嘅配合啦，系有声有色啦，真系啦。咁仲有咧，就系个每个师傅一啲可能嘅自己一个风格啦，拍嘅时候啲风格咁啊，就表现得更加好。有啲系中意大力啲嘅，有啲蜻蜓点水点一点嘅，即系动作大啲啊，个技巧显示得更加尽畅啲啦。啊，咁啊都解答咗呢位朋友嘅问题啦。咁啊，第三条问题咧就咁嘅，话有人认为咧套路系实用技术嘅组合，请问喺我哋学习套路嘅时候咧？是不是需要明確了解这个套路的实用技术呢？其实这个很重要。因为呢，如果你学套路啊，学套路，不管你某个任何某一个门派套路，而你不明白到底这个套路是想显示什么呢，那你真是白学的。是。即是你是没有一个头绪去掌握那个技术。但是调回转头，如果我学了套路，而我知道这个套路，譬如我假设这拳我是要打腰部的。咁你个手咧自然就向下打啦，系啦，或者你个身亦都会略为向前下冲，下冲系。咁你个眼睛亦都会跟住你个拳头咧系略为向下望嗰时咧，咁成个人整体咧就衔接咗喺度。系，如果你呢个拳头本来系向下打嘅，而你唔知道只系打一个平拳，咁啊同嗰个设计嘅原意咧系脱节咗啦。即系如果咁样做咧，就真系表演，即系等于一个系操，即系武术嘅操体操。系啦，咁变咗就冇乜冇特别冇意义，因为你个套路里边咧，你可能有上中下三路，拳嘅上中下三路，脚嘅上中下三路。如果你唔能够分辨，咁你咪永远都要打紧平拳，咁呢个就唔系咁好。好啦，咁啊，我问你师傅啦，如果佢譬如讲学嘅时候咧，佢初学嘅初呢套套路嘅人，系要佢你系解释晒佢个作用先至教啊，定系佢学咗先至或者解释咧？如果我觉得咧，就话譬如我哋学咗套路之后咧。咁我解釋俾你聽啦，呢個咧係應該個嗰個學咗之後嘅，係要即係馬上教。譬如學完之後，你話呢個拳嘅高度咧係打頭部嘅，我咁就知道哦，呢個拳咧係打頭部嘅，就唔係一個平拳啦。咁變咗佢成個身體眼精神咧會向朝咗一個略為高嘅方向去做咧，咁協調性會強啲啊。如果你去見你師傅啊，你都唔知師傅呢拳係咪專登打高還是唔係打高咧，咁我淨唔明確呢個拳頭係要打雲精嘅。咁就知道我人搵到个目标呢係打云精嘅。咁云精边度咁理解到㗎嘛。咁变咗成个套路嗰个准确性啊同埋演绎出嚟呢係更加准确。即係对焦比较清楚啲。冇错冇错。佢发力嘅时候都清楚。即係知道呢个套路嘅一啲佢嘅作用之后呢，咁佢就会更加理解。係。同埋演绎得会更加好。更加係入神。可能佢吸收都会快啲。会呀。係。OK。咁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咁就係亦係跟大家讲讲，就是说呢，我们那个工作坊呢，因为现在虽然疫情都开始是缓和啦，咁希望都是大家留意我们的工作坊的时间啦，咁我们不断的消息会在我们的网站里面是刊登的，咁希望大家多啲报名参加，同埋重温我们的咁多的一啲是在线上播开嗰啲嘅嗰啲咁嘅宣传影片啦。OK， 多谢大家，拜拜。拜拜。